老板，一旦武田得到了丁家堡，蜂巢计划就没法阻止了。丁家堡死得这么多的人，孙夫人不可能善罢甘休的呀。他要的是武田。哎，这丁家要出事儿啊，咱俩得想办法去一趟丁家堡。马上下令，让我们的内线尽快动手杀掉孙洪流。大队长。 这会不会影响我们跟丁家人的交易啊？要不然等丁家人出了堡，我们再动手。如果不杀掉孙洪流，我们绝不能靠近丁家堡一步。丁家连男人都没有了，拿什么和我们斗？你真以为他们投降了吗？哼，那个老东西又在出招。青云，你好像。 有什么话要问，你说吧。报仇有很多办法，我不明白。你为什么一定要选择炸堡呢？炸堡？我认识他，让他进去。哎，好，放行。这样，好，都回去吧。方宝了，赶快回去吧。